黄之安，鞋子设计师，不单是首席设计师，头衔还是理事，业界第一。不太强，鞋子仿冒商，完全一样嘛，这是最近卖的最好的。名牌和山寨的战争，陷入难解的爱情习题。1月17日晚间10点，我来戏剧台《仙女奇缘》，I do。